哦，还来啊！右键进行躲避，哎、欸，还有车子哎、欸，好躲避躲避来车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子弹了，哈哈哈！哎，这也太硬核了一点了吧 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呢，啊，叫做安妮啊，那个这个游戏的名字非常的特殊哦，直接就取名叫安妮了。那么这是怎么样的一款游戏呢？哦，这是一款像是有点偏向于末日生存吧，又是末日生存题材的。哦，那有跟老头很久的观众们应该也知道，老头对于这类型的游戏其实还是蛮感兴趣的哦。更何况又是八 bit 位元哦，它这游戏里面的人物应该都是像素组成的。然后就是末日生存嘛，那最重要的还是它包含有僵尸的成分在，那是什么样的僵尸不清楚。我看这个游戏预告片呢，哦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哦，打击感觉蛮爽的，哦，就是一款爽 game 就是了，它就是一个爽 game 射击游戏，好吧？那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直接开始这款游戏哦。老头呢也不晓得到底好不好玩啊，就来体验看看吧。那新游戏。哎呦，这是我吗？我没醉。哎，奇怪，他不是安妮吗？人家影片封面是一个女生骑着一台机车的安妮，然后我现在是一个男的，我没醉。与其说这是八 bit，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乐高哎、欸，这是充满惊喜的一天啊。哦，怎么？大半夜来修水管，真当我傻子吗？哪边？臭婊子！滚出我的房子！他是遇到了人生中的挫折。喝酒千万不要喝那种就是感伤的那种哦，要喝开心的，不要喝哀伤的。哦，越喝越伤心，懂我意思吗？好吧。喝酒要喝开心啊，哎，为什么地上一堆人躺在地上啊？我靠，有喷血，怎么都倒下了？我的，都给我起来！然后呢？哎呦，哇塞，这是狗还是猫啊？嗯 ？Oh my god！ 哦哦，哇！右边这是什么鬼？啊！怪物啊！完了完了！我靠！我靠！我这是做的有点猛啊！哦，所以说这只是一个配角哦，我还以为是男主角嘞。那直接被吃掉哎！嘟嘟嘟嘟嘟嘟，两周后万圣节万圣夜。哦，这是我啊，连环命案。这案子不是我们在负责调查的，没有线索。据说每一次到现场留下一股奇怪的气味。没想到媒体，我的字跳太快啦，来不及看啦。哦，我们女主角登场了，安妮啊。Come on, cows。电话响了，接起来啊。喂，我是杰克。我是朱莉，方便通话吗？哎，这好像艾达、哦。没事，我身旁只有安妮。你查出案子出了点问题啊！今天值班注意安全。Yes sir， 他是我的下属。字跳太快了，不让我停顿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新任务啦、啊！尽管你答应过我的万圣节派对，不会忘了吧？当然记得，但如果出事，我得去帮他。今天就放下工作吧，你的慰问期也需要你啊、哦！原来杰克是我的未婚夫。哎呦哎呦，怎么突然跳了一下？地上这些都是什么鬼东西啊？那是螃蟹吗？怎么地上有一堆螃蟹在移动？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正常现象。哦，上面超嗨的，你看摇头晃脑。哎、欸，左边那是感染的螃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不是僵尸，这是螃蟹感染。
螃蟹僵尸，下午好，安妮，大卫，这个叫 David， 哎，这边就可以停顿了。嗨，大卫，派对什么时候开始？晚上7:30，别迟到了，我要扮演丧尸。你很快乐，你就会变成丧尸了。喵，哇，好可爱的小猫。喵，跑掉了。啊？那什么？他叫麦克斯，只是一只流浪猫，来这里几天了。我和爸爸一直在喂他。杰西卡，小女孩杰西卡，这发色完全不一样吧？哇塞，他爸怎么长这副德性啊？哎，这说实在，这个像素做的有点吊诡啊。如果不是例会的话，我还真分不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哎，对啊，而且这个真的有点像乐高，跟我所想的像素有点不太一样。哎，杰西卡，嗨，麦克大叔。我今天才注意到他，你们呢？今晚来派对吗？爸爸今晚要工作，我和他一起。谢谢你的邀请，但杰西卡太小了，我不能留他自己在这。对，是该这样。那杰西卡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下次再一起玩。今晚会有怪物抓你哦，哈哈哈，都是假扮的，你还要治啊？谁说的？我就是真的怪物。好啦，我去邀请几个人，待会见。拜拜，大卫。回见，拜。安妮，安妮姐姐，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？这么说有点奇怪，欸，街上为什么这么多螃蟹？安妮，我还要赶时间，我们先走了。顾好自己，杰西卡。安妮，再见。OK， 祝你们有玩今晚玩的愉快。哦，慢慢走了。这些螃蟹一定就是感染源啊，感觉得出来。杰克，你看这只小猫。杰克，你怎么了？哇，什么？杰克怎么了？安妮，快回家，怪物又出现。哦，电台正在通报你，锁好门，不要出来。我得赶回警局。原来我是警察。Oh my god， 出来了。哎，欸，我有准心的，欸。怪物来啦！啊，大卫真的要变怪物了。不知。Oh my god， 他真的变怪物了，万圣节！哇塞，瞬间呢，欸！天哪，啊，大卫去啦 ！Oh my god， 那，啊，我怎么办？我们得离开这里啊，快跑啊！安妮，快跑！我老婆会不会死啊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跟紧我，离那些螃蟹远一点。哎，欸，我开枪哦。右键翻滚，呜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射自己老婆会怎样？欸，他这些物件都可以射啊，喔！我刚看他物件掉落，欸，有稍微掉落一下。这些人怎么了？哦，水哦，哇，也太多了吧！快跑，快跑！老婆，保护你。哎，欸，绷带，快跑快跑！去不得是跑步。Oh my god！ 银酸银酸，支援我们！我支援你们，按 C 使用绷带。我靠我靠！我们速度好快啊！那这么深的也很快啊！我被咬了，我的血在哪里啊？又是哦，左上角，啊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哇塞！哎哎哎，啊，老婆，你也稍微闪避一下吧，不要在那里不动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搞得好像你是智障一样，虽然你蛮像的啊。我这样回几局，你还可以说话吗？怪物他们能钻进身体控制人类袭击我们，他要变了。哦不，快去军队防线，去购物中心买一点饼糕、饼干来吃。天黑前记得天黑前，天黑前怎样？别浪费时间了，带上我的枪！哇，安妮躲起来，我要专心对付他们。好，哦 ，Oh my god！ 哇，好多！哦，哎，掉弹夹是怎样？哦，我安妮去哪里啦？哎，为什么游戏标题要叫安妮？好奇怪哦。
这可能之后会告诉我们吧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靠了靠了！靠背他们，好激进哦他们。死吧你们！螃蟹僵尸们，我急救包补血棒，打完了打完了，哎呦，好出现吓我一跳，啊，我们这些乐高人，你看这些东西直接散落在地，哦，你觉得有没有像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感觉好像是人家辛苦拼了三四个小时的乐高，然后你只靠了一把枪就把他们全部毁了。林北花了三个小时拼的乐高，你就这样子把它毁掉了。我们觉得这超像乐高拼图吗？乐高乐拼，啊，超像的。啊，走这边，别过去，小心头顶。哇，爆炸吗？哇，哈哈哈，成块状了。哇，我们要被暂时分离了。我没事，你还好吗？路已经堵住了。哦，只能走那边了。去在地铁后面吧，冷静一点，注意保护自己。我马上去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水哦。哦，还来啊？右键进行躲避。哎，还有车子哎。还要躲避来车。哎，我没有子弹了。哈哈哈哈。欸，这也太硬核了一点了吧？完了，不太妙。这些车子开的他妈超快的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前进 ？Oh my god！ 这速度要很快啊！可以过去了没？林北还是不能过去。要把这些僵尸全部清完才算数，是不是？去死吧！哦，有了，终于啊，清完就可以过去了，棒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嗯，然后呢？哎呦，这是谁？跟上他！哇，这些穿西装大表哥，为什么他们来抓我？为什么啊？哦，来了 ！Come on， 安妮，安妮，你在哪里？欺凌的尖叫声！哎，这不是杰西卡跟安妮吗？哎，你在这啊？有螃蟹啊？杰克，我在这里。安妮，你还好吗？那些汽车都发狂了。我没事，我在遇到杰西卡，爸爸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杰西卡，你爸在哪？刚才很混乱，爸爸去领薪水，让我在这等了很久。哭哭哦，别怕，我带你找爸爸。你爸爸应该挂了吧？听我说，安妮，你救不了所有人，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购物中心。那也不能丢下杰西卡。杰克，我们丢下他的话，他会死的。麦克大叔是自己的工作人员，应该想逃离前把钱拿到。我们去找一下好了。现在领钱还有什么用？我们去站长室看一下，抓紧时间。OK， 帮助他找到父亲。Jessica， 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个一个手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钞票呢？50块钱呢？哦，哦，钞票香烟。哦，欸，他这个还有一些维生存要素是不是？打电话没人接，先开门进去看一下。哦，这边有电脑 ，Playboy 又有 Playboy 了。值班记录表，11月29日晚上，麦克又有螃蟹出现了，已处理。麦克值班 ，OK， 麦克应该在这附近哦。我靠！这边躲一群人啊！
哦，咬到我了。一打一，结束。怎么？嘿嘿，嗯，香烟。OK， 这里嘞，最后一间哦，看到麦克了，哇，麦克大叔，你果然在这里，爸爸，你怎么能丢下杰西卡一个人在外面呢？我想过来拿回我的薪水，感觉这里很危险，我自己进来了，没想到一进来惊动了外面的怪物，他们一直在门口，我被困住了，对不起，杰西卡，只要爸爸没事就好了，麦克大叔，你得好好的陪杰西卡身边。真是感谢你们，我这边找到一把枪，但我不敢用。嘿嘿嘿，哇，死要钱呢！购物中心的有军方建立的防线，你们赶紧过去。好，我会和杰西卡过去避难的。路上小心，你顺便把钱留下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呢。看得出麦克大叔很疼杰西卡，真的被骚乱冲昏了头。哇，哎，这个枪的颜色是紫色的呢。左轮手枪呢？哎呦呀！啊 ，Whisky， 然后什么？站长先生，我得知了您对威廉的处理，感到很遗憾。虽然威廉确实严重违纪，但也是我缺少，管教。我想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就算看到我多年贡献的份上，威廉触犯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触犯了战法。OK， 他们已经走了。哦呦，吓一跳！哇，这个威力太猛啦！这个要省着用啊。好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哎，真该死，外面全是螃蟹。他们冲出去。哇哦！全是遭到怪物袭击了，请迅速前往避难所。都没好人在爬、啊，我靠，那只好大只哦，大螃蟹怪。不知，哇，一喷全部都变了呢，别无幸免啊。真是像是一场梦。真想这只是个派对节日，天黑了，怪物越来越多了。我前去购物中心了 ，Go Go Go， 来了，他们来了，炸死他们！哦，送手雷呢，人真好。丢！哦，别人辛苦拼的乐高被我炸爆了，有没有？你不知道拼一个人要花我20秒的时间吗？你一颗手榴弹全毁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怎么了？感觉要打 一场 BOSS 战哦。这里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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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这台汽车没有上锁。哇，啊，我怎么上车？靠，别人那么大只，这样胖子警官。哦，他安妮躲在里面啦、啊，他叫他先躲那边啦、啊。把手雷敲下去就对了，靠背靠背，好多好多。我手雷没了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他们数量好多、哦。去死吧！快没子弹了！哦，妖虚哦！哪有这种螃蟹怪？螃蟹被感染的，还会跑步拿棒球棍？哇！生化僵尸人，踹一下飞掉了吗？
Oh no! Oh no! 卖鬼来啊！好，结束。哦，终于打完了，快跑，快跑！这个人可以射哎、欸，啊，乐高又喷了。所有人立刻到购物中心，是，冲到购物中心了。然后就是这些人，走。那到底要抓我干嘛、啊？感觉他们是为我而来的、欸。结束了。好，全部都在购物中心避难。这边一大堆避难者，一大堆食物，免费吃。然后呢，让我来猜一下，过没多久呢，购物中心又沦陷了。只要有男主角在的地上，有男主角在的地方啊，绝对不会安全的。哎、欸，以前负责这片区域的哦的时候，关照过他哦，他认识这边的经理啊。罗纳德先生找到超市经理，这边基本上没了，应该是没差了啦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哎、欸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爆炸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再结束今天这一集。哦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啦，挺有趣的。他这个玩法真的还蛮新鲜特别的哎、欸，虽然是射击游戏没错，但是他整个画风以及整个就是。营造出来的感觉啊、和跟以往的游戏有点不太一样哦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老头应该要继续玩下去吧。哎、欸，啊，如果你们一样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按下你的喜欢啊，以及订阅我的频道啊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观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集呢，有机会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安妮再见面了，拜拜。